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，修学佛法一定是很好。请问为何印度如此贫穷？你要到印度就看看啊！而且呢，你要去研究啊，这个印度的历史跟文化，你就明了了。啊，在11世纪。印度人遭了一个灾难，回教征服了印度啊。那么佛教呢，学佛的人心地都慈悲，不愿意去抵抗啊，于是逃难逃避了啊。逃到哪里去了？逃到西藏去了。释迦族啊，这一族啊，都逃到西藏，逃到后藏，以后就没有再回去了，啊，在西藏啊，就住下定居下来了，啊，所以现在就释迦牟尼佛的彝族，啊，也在中国西藏，啊，那么佛教征服印度之后啊，就限制了佛教的传播啊。那么有，当然有一些人屈从于政治的势力啊，改信伊斯兰教的很多啊，这个无可厚非。人啊，每个人生生世世业缘不相同啊，无论修学哪一种宗教，只要认真学习，我们刚才讲了，都是佛传的啊。佛在某一个时代、某一个地区啊、某一种不同的文化，它有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教啊。可是无论它怎么教法，它的方向、它的目标是一致的啊。这个方向目标在佛教里面讲，就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。这是我们佛教之道啊！啊，是什么是佛？佛就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。那么在基督教啊，是在讲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犹太教是一家人啊。他们的经典就是新旧约全书。啊，犹太教是依旧约，他不承认新约。啊，基督教的是承认新约，他排斥旧约。啊，天主教是新旧约通通学。啊，所以我说他们是一家人，三派。啊，这个犹太教是天父啊，皇上那一派。啊，天主教呢是皇后那一派，圣母玛利亚皇后那一派。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。哎，一家分了三派啊，还是一家人啊。所以我说这个凡是宗教啊，咱们是不是堂兄弟都是表兄弟，是不是？全是一家人。是不是？我在世界上跟许多宗教往来啊，所以能谈得很愉快啊。我说我们通通是一家人啊。这个是印度教的起这个贫穷的原因，没有遵守教义的教诲啊。那么中国贫穷也很多啊，没有认真去学啊。佛师门中有求必应，这句话很多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。你们去求有没有应呢？啊，没有应。我的老师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给我啊。为什么我很贫穷啊？吃饭都成问题，
老师就把这个方法传给我，佛师门中有丘比啊，但是什么，他有理论你要明了，他有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没有不可应的啊。如果你不懂得道理，不懂得方法，盲目去求啊，求不到的啊，那个不会有感应的啊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啊，原了凡先生、孔先生给他算命，那算得真准呐、啊！啊，那不是假的，真的遇到高明人呐、啊。每一年收入多少？跟他批的八字的时候完全相同，年年都一样啊。他是个读书人，参加考试考中第几名都给你注定啊，这样差不多十几二十年了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想了啊，真的就万缘放下了、啊、为什么呢？想也没有用啊，注定的啊，何必去打妄想呢？所以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，不起一个念头啊。云谷禅师觉得很奇怪啊，这很难得，一般人妄念太多，他怎么三天三夜不动一个妄念？所以就问他啊，说你的功夫很不错。结果了凡先生呢就招认出来了，我哪有功夫啊，啊，我只是命啊被人算定了，想也是枉然的，所以干脆就不想了。啊，云谷禅师听着哈哈大笑啊，他说：“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”啊，结果两个谈清楚之后，才晓得这桩事情，所以云谷禅师叫他反省。啊，反省之后才知道自己一身都是毛病，啊，习气很重，啊，然后叫他。改造命运啊，这个命运呢是你前生的注定啊，你前生造恶造善注定的啊，前生没有修财布施，这一生贫穷啊，没有修法布施，这一生没有智慧愚痴啊，没修无为布施啊，只是短命啊！啊，所以佛法教你说，财富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啊，这三种布施啊，舍越舍越多啊！你命里头有的舍不尽，舍了它就来了啊；命里没有的保不住，千方百计得来。但是还是会失掉啊，为什么？命里头没有啊，命里头有的时候注定的时候他怎么会丢掉呢啊？那我们命里头没有财啊，老师教我的时候啊，这一块两块的布施总可以让哎这个行啊，一块两块行有啊，多了没有啊，在那个时候十块钱拿不出来啊，一块两块可以啊，啊，所以就叫我随喜功德了，啊，道场里面很多人印经，啊，那我们出个一块两块随喜，这就是布施，啊，放生，啊，放生还是属于无为布施，啊，出个一块两块，哎、啊，以后什么？哎，一年比一年好，一年比一年多，啊，就布施的多啊。现在居然一年可以平均起来的至少可以布施啊1000万美金啊，钱哪里来的不知道啊，不晓得啊，啊，所以说老师教我的话正确，越施越多啊，身上没有一分钱什么都不缺乏啊，没有缺乏的啊，法布施啊，聪明智慧增长啊，
这个增长，我相信你们同学常常听经会知道。你看，我今年讲的跟去年不一样，好像比去年更有智慧了。啊，去年跟前年不一样。所以你看看听我的那个录音带说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录音带，你仔细听起来不相同啊，年年有进步啊。啊，健康长寿了你们是看到的。啊，我今年80岁了，还可以蹦蹦跳跳了，是吧？这是得力于老师的教诲。啊，所以我对于老师，我天天早晚都拜老师，念念不忘啊。如果不是老师教的，早就去轮回去了。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早就去轮回去了。所以贫穷不修才不是嘛，啊，才不是随分随利。啊，你只要是心量放大，一昧去做，不要想回报，自自然然环境就改变了。啊，所以不能改变的就他没有这个念头。啊，不能够舍己为人。啊，才不可以保持啊，越保越是造罪业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世界上许许多多贫穷的人需要财富，他没得吃没得穿，你的财富累积在那的时候，放在银行放在保险的人这罪过啊，越施越多啊，啊，他不懂得布施啊，啊，这很可惜啊，他那个财富过去生中布施的多累积的。